现在蛋嚯嚯山治和民歌挤挤开，民歌现在可揍不了山治了，现在是山治揍民歌了，你知道。民歌虽然有霸王色，恶魔果实能力也很强，加上齐武海现在版本升级，民歌回归之后绝对是实力悬赏飙升，至少可以达到老沙的级别。民歌又是比较狡诈的，但是很遗憾山治现在升级太猛了，山治现在民歌都不知道能不能破防。总而言之，跟德岛比起来，山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唯一我要担心的问题是山治攻击层面能不能很好的破防民歌，但是奎因也被山治踢下鬼岛了，魔神风脚够狠了，奎因还是古代者，对吧，他的防御肯定也在民歌之上，所以各个层面来说山治现在完全超过民歌了，除了霸王色之外。这两人具体挤挤开呢，德岛民歌就不说了，对于现在的山治来说弱了一匹，就看这次尾田让民歌回归之后补丁升级有多严重，有没有狠到可以达到第二父皇的实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跟山治的距离可能就比较小了，如果尾田再给民歌一个后门再加强一下，有没有可能超过山治呢？基本是不可能的。综合来说就四六开吧，给民歌一个面子，民歌四山治六。